好啊，我们回到部落了。哎，我去，重新装修了吗？萨乌丹，阿尔胡温加胡瓜纳，查，查乌斯，坦希图西达哈。为什么老收集那么多耳朵？但是那快的山鸡，哎，但是土鸡山鸡大个，哎，乌光的。啥？当是乌光的。乌光，查鲁发达斯是当啥是哪个？吓死我！我还以为。这就要去打他了。黄叶啊，这么远呢、啊？那顺带把这个烽火台拿了，飞到这里啊，快一点就赶紧过去。我靠，少侠手不烫吗？又有时间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打了个喷嚏。我有老虎，你能拿我怎样？看一下哥的技能。呀、yeah? ！不是应该有六条吗？走错路了啊！刚刚一下来就去搞那个事件去了。走起！黑狗呢？后面有老虎，够了呀！
我靠，又到了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。那一定要拿那个，把那里作为一个中转站来休息，否则会冻死的。有那个可以上，什么老虎已经上去杀人了。为什么？可能是附近的人还没有被清光。啊，你还真是最后一个人，原来是这样。快走，这是什么木头呢？北杉木。北杉木看来在冷的地方才有。河水居然还没有冻住，可能要顺着河流往上。哎呀，要的奶奶个熊，你被干死了去了。现在跑快点。
为什么我才五个血呢？不升那个就会有六个了吗？尼玛，他在那上面，什么粘土，在哪儿啊？快呀，要冷死了。真的要冷死了。你他妈是来害我的吧？真把我骗过来。还另一个部落的人也被抓了。穿的是熊皮，他是不是受伤了？他走路还要人扶。什么？夺走了我的装备？哎，你妹呀！你给我这个牢房也太大了吧！有个抓钩，你他妈是在逗我？耶，这个人不在了。
是会丢石头啊。Tar, mi tacis la dausam. Winja quarui. Easy la havas. Mi tacis la.这里好亮。Charti guan maga.I want Guarma was Mandausam. This 直接飞走不就行了？啊，跑一段考一下，这个跟巫师三里面有个设定很像。巫师三里面有一关就是很容易被冻死，然后你找到有火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回一下血。学一下技能吧。我想学战斗技能。什么还能晨起？我擦！那我关键我没学他的，没去做他的很多任务。这个学一下，力有那么硬啊！太他妈硬了，还好我身上有肉啊，可以加血。
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么冷的地方？这里没别的东西，只是烤一下。我操，原来是个活的。我操，这个油火也不管用了。标记标记，哎呦，有个个头大的，你妈这就被发现了。哎，油种你出来呀，打开，这个人身手很快。来啊这个就不能那样用了。还让他只会追到这儿。哎呀，还会走吗？你妈追出来啊，冷不死你。哎，让我进来！我靠！不科学！再来！那个家伙太硬了，拿什么打他呢？难道只能偷袭他吗？哎呀，去你妈的呀！又被发现了，我就不能不被发现吗？哎，我死了算了。死了再来。
哎，那破玩意儿怎么弯嘛？那我就这样过吗？慢慢磨叽过来。问题是能不能弄得死他是个问题。重击，现在必须要给那个人建造小屋才能学，现在都没有。不行，没有那个 R3。这里也不能召唤我的动物了，勾引一个走。他下来了，我就成功绕过来了。我操！你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啪啪啪吗？妈的！我怎么找得住你？我靠！你不好好看门。我下不去。我得安静的下来。不要发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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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发现我。我先跑了。妈的，人太多，我先跑了。哎呀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
靠，总算出来了。那个妹子叫我过来，绝壁是在害我。尼玛！达鲁巴利亚，来我比。这不之前包扎伤口用的那个吗？沙鲁巴达斯比，拉萨鲁瓦亚，马吉亚，奥扎。乌塔卡鲁里莫纳，乌西沙乌斯基纳扎。不是吧，就这样就管用了。妈的，你要我去作死，我先把别的任务都做了再说吧。